哎，老公，你绑我干啥呀？还绑你干啥啊？咱俩结婚才三天呢，你嘎家就花了30多万。那我也没乱花呀。还没乱花呢啊？你说这30多万你要买点正经用的也行，你买个房子啊，咱能住。你可倒好，买了一堆老破包，那啥用啊那玩意儿？那我不寻思我这两天感冒了吗？多买几个包，没准就治好了吗？那包治百病的不是吗？你可别在那嘎整那没有用的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退货，走。哎，你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哎，你放开我！放开。往哪儿放啊？今天必须退货，我告诉你。古老嘎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咱俩结婚才三天，这你要退货了，我脸往哪儿搁呀？我管你脸往哪儿搁呢？你花钱的时候你寻思啥了啊？老李太，给我出来！你别喊了，我妈没在家。没在家干啥去了？啊，找找老张猴子去了。哎呀妈呀，你轻点的呀。没给家。还真没给家啊，是我门插上了。老李来人，哎，真没给家，干啥去了呢？哎呀，猜，这老李太太命挺好啊，啊，这房子说拆就拆了。不行，今天不能退货，这要退货了，咱说这拆迁了以后，这拆迁款不都是别人的吗？我一分都捞不着。不行，不退了。那我就说我妈没搁家吧，没家没家呗。走啊，媳妇回家。你刚给我松绑干啥呀？闹玩的吗？停！你刚才不挺厉害的吗？我这不寻思咱俩刚结完婚才三天，没啥事儿吗？你是绑上闹玩的？不离了？不离，离啥离？刚结完婚三天，离啥？咱回家给你整排骨吃。